在娱乐圈，女星如果需要站住脚，要么有惊艳的外貌，要么有惊人的实力。说到外貌，娱乐圈的女星大多秀色可餐，她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引来关注的目光，哪怕是一个发型。下面为大家搜罗娱乐圈中女星的中分发型大 PK， 郭碧婷。郭碧婷真是接地气，坐在楼梯很随性，好舒服的姿势，皮肤白得发光，这是大美女一枚。徐若瑄，一副中分头扮相的徐若瑄更加知性，宛如一个大美人立在你的面前。我很喜欢听徐若瑄的歌曲，觉得她走的是甜美路线，所以很期待她能够给我们留更多遐想的空间。中分头打扮很美。吴佩奇，提起吴佩奇，我们总能从她身上看到一种自信豁达的美丽，这是一位标志的大美人。中分的她俨然是自信女神，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气十足，她的扮相不管是中分还是其他都很耐看。范冰冰的妖艳一直是娱乐圈里的众美女们无法比的，她像一个天生尤物，出生在全民皆娱的大时代。范冰冰的中分头打扮给人一种清纯的感觉，这么多年来很难见到她如此朴素的打扮了，这种打扮少了一些妖艳，但却不失可爱。高圆圆，一直以清纯气质示人的亲嘴女孩高圆圆，留着中长分短发的中分发型时显得特别清纯，特别是邻家女孩般的自然气质予以彰显，显得一点也不作。李小璐，最近变得越来越妖艳的李小璐其实也是中分发型的爱好者，而她在众多发型里也要数中分发型看起来更为大方，让脸型看起来更为精致。杨幂，当红女星杨幂在服装发型方面都显得时尚自信，杨幂在出席多个场合都会以中分发型亮相，像她刚刚产后的首场秀就是简单的披着一头中分长发，显得面容姣好颇为惊艳。赵丽颖，小花旦赵丽颖脸容是越来越清秀，而她也是多个造型，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留着中分发型最符合她的气质，而中分发型也是她本人的日常生活上最喜欢的发型。妮妮的中分扎起来的发型也是众多女星在出席多个场合都会用到的发型造型，四块发型显得人特别精神，且不管任何服饰都可以轻松驾驭。